里都玩哪慢吞吞，啊，紧来去坐游轮，坐游轮哦，啊，紧来去坐游轮，啊，坐到是头晕晕哦。阮啊，自然红，自然红，是最古锥啊！你都真啊，真迷人啊！你都真啊，真迷人。我为你做眠梦，做眠梦，我为你做眠梦啊！我痴心茫茫。就说后兄弟，唔知黄天霸伫倒位，安尼本哥哥嘛爱想办法。叫好用点，把五天霸出来。阿爹，我还要死去村来呢！今日去娶你来去村来，今日。阿爹。
条哦，要教恁一个啦。咱即马即款模样，是要安怎伫富家内底做下去？根本是十分困难哦。叫阿条，咱个先暂时借个身躯去摕汤来。我看，还是给我一人去好啊。啊，无咯，阿条可能敢想起一个人，伊会当替你咱写出难。而且还当代替咱向大人告状啊！真是的。是陪你父亲毕业文书，迄个林公主，啊你，
真正不是我的本意，哥哥。保不住，我只不过是照料不得安辛苦，才会当来这，跟你见面，跟你讲话。你今晚在哭的，你听不见。好啦，你莫哭啦，你甲恁哦经过吼，拢讲互哥哥听啦吼。但是啥物发生？想无办法啦，唔只来找哥哥，请伊斗三工，代替阮心愿。我，将哥哥心愿替阮来想，就算讲后生啊做古早的，嘛一定会报答哥哥对阮的。大飞，大弟，你别安尼啦，你起来啦，你起来啦！啊，好啦，这件成功机关哦，我不得便罢，既然让我承认，我一定帮忙你搞定。嘉欣，阿弟啊，哥哥一代人，哥哥一代人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替你主持公道。小哥哥，客气。金万辉，林秀才，你到底是有啥物天大地大的代志，就爱安尼三更半暝走来找我？金万辉，真实的啦，这么晚过来甲你搅扰。不过吼，我来找你是为了黄春香的代志。春香，你所讲的代志，我嘛拄仔好买问。听讲，恁家迄个老狗已经死了，恁两个查某囝春香、春兰嘛同时失踪，这到底是安怎？金王爷，春兰伊即马住喺虎穴内底。啥物？春兰住喺虎穴内底？这件代志哦，讲来嘛实在是话头长。咱先莫讲黄春兰啊，我今日来找你哦，是要甲你讲春香的代志。春香。春香是安怎？金王爷，你会记得咱上一次见面是伫破庙内底？我会记。迄暗你毋是出去追春香，啊后来？后来，我一直苦劝春香，啊不过伊也是坚持讲要告官啊。啥？告官？这是要安怎？黄春香也是告官？但安尼官毋着变成罪犯咯？这不行，丁公总。你今天我想一个办法，无论爱开偌侪钱，绝对袂当让黄春香去告官。这个代志，你今天要解决一下，拜托。放心，是老爷，黄春香伊无法度去告官。为什么？因为哈，我伫叫春香的时阵，伊一个无注意，落去跌落山坑。啥？你是讲春香伊已经死啊？是毋是你甲春香害死的？真好呀！你哪会用安尼讲？迄是春香伊家己一个无注意，怎跋落去的啊？不管安怎讲，春香的死绝对甲你有关系。唔对，唔对，真好呀！你应该讲春香的死甲你、甲我两个人拢有关系。这关我什么代志？真好呀！你是唔通袂记？伊也毋是你伫破庙内底侮辱春香。伊嘛袂死哦，那安尼是安怎嘞？放心，金老爷，我今日来找你，就是甲你参详这件代志。这件代志，今嘛听阿弟甲我两个人知影，
所以千万唔通对别人讲。这当然，也都有。以后这件代志，若是向发现的时，同款来坚持到底。咱来非常的肯定，讲咱甲这件代志完全拢无关系。代志发生的时间，咱两个人拢踮伫个厝，根本无看过春香这个人。安尼做，咱两个人才有法度度过这个劫数。这我知，也过林公公，你是唔通陷害我哦？放心，那是当然的。我有心行行，为生活我要打拼。阿妈，夫妇排人出去调查，忽然又报名来，杨哥，算是点仔清点了无？就讲一天到夜忽来嘛，不是办法。唉，唔知有偌济人，甲因厝内人，因为找无着伊，咧担心着去。本分也想着食，不感觉是问题过。但不过，即马除了派人出去调查以外，也毋知应该如何是好啊。大姨，大姨，不派你出去调查，那姑娘来哩，你敢有消息？大姨，我甲王先生分开调查，但是拢无找到那位失踪的姑娘。这个人可怜的，一个好好的姑娘失踪这么侪天啊！竟然都无人找伊，敢讲伊真正拢无钱无食，伊伫拢是一个人在生活。看来这件代志恐怕真歹处理啊。大姨，陪你讲一件代志，要上大姨面无？你讲。嘿，大姨，大姨派去调查，去失踪公寓的途中，我阁发现，阁有真侪人的查某囝无缘无故就失踪，而且失踪了后，连一点仔消息拢无。哦，有什么代志？你是讲，少女失踪哪一案，还佫有其他少女也失踪去？是啊，只好失踪少女的父母，也足着急的，也足希望，这失踪少女马上倒转去。本府一定要早日将这歹徒拢抓起来，若无以后，一定会有更加多的少女受害。这么晚嘛，我能去佫是晚的。看不看这话？哎，对呀。那最近这日子拢半暝在咧讲笑话了。哎，算，我嘛是安尼想。嗯。而且顶摆，伊嘛免一届，免一届，伊会出个结果呀。免。莫免。即摆是讲无咧，你敢知？你阿讲，硬讲。我出班咧，啊出班来出去，出去来出班，你阿来，这样浪费咱社会成本大哦。是啊，你讲是无？恁敢知影拄只结果的人是啥人啊？是啥？就是吼，阮美东哥哥。拜托，莫笑咧啦！顶天是孙辈，即摆换你美东哥哥。你是算什么游戏啊？对啊。我嘛唔知啊，我美东哥哥就讲哦，一切要等皮大人心动了才阁讲。何人结果？是本哥哥我。美东哥哥。哥哥，这公堂之事慢慢袂用讲真笑，你安尼不是为咱下官吗？是啥物啊？你啊，你即马看我的面，我即马面是非常的严肃，非常的认真。所以你即马免顾虑，我是哥哥的身份，你先等办案吧。裴知府，你搁咧丢丢啥物货？敢讲有人结果变翻？你身为知府大人，我要先等办案先。好。阿弟嘛，先等。梅洛哥哥，你有甚么缘故？你即摆会当甲下官讲？本哥哥要替黄家妇女告状，
所告何人呢？就是皮地府身边的文书，林国忠。你是要算什么？我老婆做了什么歹代志？你是要叫我怎来？哥哥讲的都是事实。Love me.